我已经四季了，再卡就不是我的事儿了。我不卡了。啊，想跟大家讲，最近我有看到很多，可以领养小狗狗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，尽我们的一份力去做这个事情。我最近也帮助了一些流浪的小狗狗，所以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，都可以去多多帮助他们。就我们可以去领养，但是，可以减少购买嘛。虽然如果大家想买也可以嘛，就是尽量帮助那些，需要领养的狗狗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挺可怜的。我对他们也付出了一些行动去帮助他们。希望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去帮助他们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可以。蹦下卡拉卡。吼。可以。有人问你今天开心吗？今天开心吗？今天开心啊！我今天进城了，我今天不在郊区了，我进城了。然后一会儿我就可以吃饭了，虽然不知道吃什么，但是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什么？我什么都想吃，饿了什么都想吃，我还想睡觉，那我先睡啦，晚安。啊，行了，好了，精神充足了，我睡两秒就可以了。我还卡吗？啊，不卡，为什么有人说卡？耀西回来了。了啊，哦，耀西回来，耀西，你们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吗？OK。说太多了。摩天轮，好好啊！摩天轮，哇塞！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还下雪？真的吗？送我一个摩天轮啊！在哪？在青岛吗？所以我看他们问的问题就是左边的刷刷刷的那些吗？对。可以让他们暂停。哦。好像又有摩天轮。什么？今天好像牛魔王？牛魔王？啊？是因为我戴耳环吗？你们是想让我戴还是不想让我戴啊？想不想。哦，有人给我发了一碗面。那你进城什么感觉？进城啊，我看到了很多高楼大厦，我看到了美特斯邦威，我发现了一拳和都市丽人。哎，那个猪人，啊。和我挺搭的啊，所以我昨天在路上，我真的有看见美特斯邦威，只是我没有时间去。哎呀，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我想想，我一会儿吃什么。看一下窗外的景色，我窗外什么景色都没有，仿佛是在郊区什么某个工厂旁边。哎，他们能看到我窗外是什么？我可能就是这个地方非常像那个电视剧里、电影里演的那种被绑架了之后啊，然后周边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警察同志形容啊。旁边都是什么？为什么这种？
编剧的头脑开的有点大。捡起偶像包袱，我出门都不带包，谁带包袱？是不是？头发怎么白白的？哪有白白的？我今天没带大金链子。有人问你，领养没？怎么领养？嗯。怎么领养？大哥，那个下面联系李大金，你吧。在哪？他们会看到图吗？哦，对，一会儿你们看工作室的微博就可以了。然后我有那个，就是选出一个我自己也想去让大家去帮助他的狗狗，叫大大。这个大大跟我那个《狄仁杰》里的大大叫一个名字，然后我觉得他也很可爱，然后希望他可以跟我一样，可以获得你们的帮助，获得你们的关心。然后一会儿应该工作室的微博会发这个大大的一些信息。这个大大不是我，是那条狗狗叫大大。所以我还挺想见这条狗狗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好好的去照顾它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可以去看这个大大，就是我这个大大去看那个大大，对，大大看大大，大大看大大啊！我为什么要打架？我们相亲相爱。一生不能忘，有一个大大。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大大，他在他那个小圈子里是大大，我在我这个小圈子里是大大。哈哈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可爱吗？可爱。我永远记得你们当时还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没带斯邦威。OK 不说这个了，进城的感觉还挺好的。我们剧组里也有人养了小狗狗，然后我们有两条小狗狗在现场，时不时就窜来窜去。然后有一个就生活在我们什么化妆间、梳妆间那个地方，跟小黑吗？对，哦，小黑。然后好像脾气也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也是我们那个组里的人，因为好像他在街上走散了，也不是流浪狗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把它给领养，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照顾它。它也每天跟我们晒太阳啊，经过酷暑啊什么的，但是我们都对它很好。培训，我的培训是很严厉的，就比如说胡萝卜经过了我一顿调教之后，现在是上厕所只在。哎，他好像一直都是这样。胡萝卜上厕所一直都在自己的那个尿垫上或者是出去上，然后他会有一些指示，他饿了就会过来抓抓我，看，然后他就要吃饭。至于我给他吃什么，这就是再说了。小黑其实好多人都在调教，因为调教的人多了，我在插手就不大好。不知道谁是亲生父亲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好像制片组也养了一条狗，时不时我们拍拍戏，那条狗狗就要抢镜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走过去，我们叫咔一下，然后等它走过去了，我们再来，也都很可爱。我希望以后在每一个组里都有一条狗狗。对对对，喂。时间就要到了吗？我们要赶下一个工作行程。哦，今
成了就是不一样。东京啊，我们一会儿要去好地方，上海市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一会儿要去吃饭了，我一会儿就可以知道我吃什么。下部戏，下部戏我能拍什么类型的电视剧啊？你们想让我演什么样的类型的人？想让你演遍所有类型。那先从老往年轻演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是嘉伦的爷爷。对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样下去就完了。好，真的要说再见了？真的吗？要说再见了吗？我先看看他们让我演什么角色。爷爷古市长，什么什么医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这个能慢点吗？变态。我刚刚看到了一个人说霸道总裁医生现代型霸道总裁杀手特务。好，我基本了解你们的方向。腹黑运动演员，我现在不就是演员？阳光学长，好，我记下了，这些我都不演。好，再介绍。我看看到底下一部戏演个什么好，选一选本，演一个想演的，然后再看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惊喜。好，要走了吗？我要走了，可能要出发了，不能再跟你。吃个饭，是不是要吃饭？一顿不吃饿的话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第一次，拜拜第二次，拜拜第三次。啊，对，要关注那个工作室微博，然后上面会有那个狗界的大大的信息啊，然后和我一起去关注他。关注大大，关注大大，拜拜第一次，拜拜第二次，拜拜第三次，是不是？